梦之大学，格物致知，编织学生，修身齐家，精彩故事。是留在光阴，跌跌撞撞，惦记您的教诲，自强不息，创造奇迹，熬夜备考，课外的欢笑，成长的苦恼，美好的回忆。谢谢老师，你的付出成就欢笑，成长的苦恼，美好的回忆。谢谢老师，你的付出成就谢谢。